殿下，受苦了，是臣之罪。殿下，阿宝，殿下，不用担心了，已经没事了，啊。 老师，我也还没有吃饭，师母做的秘酥食还有吗？臣叫人给殿下送过来。不，我想去老师那里吃得安心。殿下，臣毕竟是外臣，如果殿下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，就不要再去臣的脂肪了。 陛下，让刑部的人先回来。今天是庐山书的寿诞，陛下。为了一个外臣，连身份里面都不要了吗？陛下。